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请坐。我们继续来学习净宗根本戒。前面呢，我们讲到《无量寿经》啊，第35品的经文，浊世阿苦第35啊，开头一小段。那么佛跟弥勒菩萨讲，也就是跟我们大众讲，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呢，端心正意，不去做众恶，这是是大德。为什么呢？因为十方世界是善多恶少，还很容易开示和教化。唯有我们这个世间呢，是五恶世间，最为巨苦。那么佛来到这个世间教化群生就是为了让众生舍五恶、去五痛、离五少。我们这个上一次讲到这里，五恶是因，五痛是花报，就是现世报。五烧是来世三恶道的果报。那我们再看经文，何等为五？这是世尊给我们呢详细的来讲解了。他首先设问了，这五恶是什么？那么这五恶实际上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但是呢，佛在这个经文里面呢，给我们非常详细的来说明。这就是净宗的根本戒，也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根本戒。那么，明白了五恶、五痛、五烧的业因果报那我们呢，在这个世间呢，心呢就能够安定了，不会再去作恶了。作恶那是自己跟自己做不去，过不去。即使别人对我们来伤害，我们一定也不要放在心上。这是过去我们肯定对他伤害过，所以现在受这样的果报，这笔账就了了。所以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样心安理得了。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欢喜承受，消除业障积功累德从今以后真正放下贪嗔痴慢，不再造杀盗淫妄了，我们现前的生活一定得到幸福美满，来生我们希望求生净土，也是完全有把握的。那么，在这种五浊恶世当中，想要把握好自己，不随波逐流，不在这世间受染污，不堕落，那么经教就不能不学。不学经教，你不晓得其中的道理，所以你就很难放得下。而且学也不是学一遍两遍就够了，要反复的、长时间的熏修。我们师父上人常强调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样我们才能够印象深刻。
那么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想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明白之后通通改过来，这是忏悔呀！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啊，所以经教啊就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啊以这个经教作为标准，绝对不能够违背。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经文，何等为五啊？这个五种恶是什么？这是提出设问。黄念老的《大经解》里头讲啊，在恶之中呢，首标杀生恶啊，因为这是啊最严重的啊。这解文里面讲，人所最怕者死也，人所最惜者命也，是以杀害他生啊最为大恶。啊，不光是人呢，动物啊，都是啊，贪生怕死啊。凡是六道的众生，哪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啊，所以你要是伤害他的生命啊，那他是啊，最害怕了啊，这个冤仇也结得最深的。所以杀生、杀害他生是最为大恶，最大的恶莫过于杀生。啊，不仅人不能杀，一切动物都不可以杀，乃至蚊虫、蚂蚁、小生命，我们都要爱惜。啊，那么这个不杀的。不杀生的戒啊，不仅佛教，其他宗教也都有说明。啊，其他宗教呢，多半是讲戒杀人，像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都是把杀人呢作为一个大戒。啊，这个宗教的教育啊，无不重视啊这些根本戒。那么我们再看底下，啊，正式的给我们说明这个第一个杀生恶，在科注里面，我们师父啊用的科文科题是"鬼医共造杀业"，我们来看经文，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香吞啖。我们来看黄念老的《大经解》，他说道，文中啊，先明杀恶，这个五恶里面呢，第一个就说杀。啊，经文里面讲的啊，这个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香吞啖，这就是啊，我们现在社会一切众生的一个写照。啊，扶是降服的意思，啊，以强力啊降服弱小。啊，转向克贼的克就是杀的意思，贼是贼害的意思。啊，杀害贼害。啊，在会疏里面，啊，这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说到强者扶弱，是能杀者为强，所杀者为弱，人畜皆然。啊，人跟人相杀，
畜生跟畜生相差，啊，我们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转乡克贼。啊，这里讲到，如鹊取螳螂，人亦取鹊，故引转乡。啊，转乡是辗转的向上。啊，像黄雀捕捉螳螂。啊，螳螂呢？啊，可能是捕蝉。啊，那人呢又去捕那个黄雀，啊，一物降一物，啊，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呀，啊，食欲啊，为了自己的食欲啊，要残害一切众生，啊。蝶香吞蛋，吞就是啊，这个吞下去，蛋也是吞吃的意思啊，好像蛇吞吃青蛙啊，蛙呢又食这个蚯蚓，这都是讲蝶香吞蛋啊。那人呢又吃蛇啊，所以呀、啊，这个口欲造成的杀害啊，就特别的严重啊。那么佛法里讲，欲治世间刀兵劫，除非众生啊，欲免世间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啊。如果我们离不开吃肉，那这个灾难就很难避免了，尤其是刀兵劫，刀兵劫是战争。啊，所以呀，食肉是战争的根源，这佛一语道破。在《感应篇汇编》这本书里头，啊，讲到这些因果的道理，啊，事实真相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我们这次讲解呢，也引用啊《感应篇汇编》，啊，也引用《弟子规》，引用《十善业道经》，啊，这些都是因果的好教材。在《感应篇汇编》里面呢，引用了佛家《圆觉经》的序文，啊，里头讲到：“凡血气之属，必有之。”凡有知者，必同体。啊，一切的动物，一切众生，只要它有血气，就跟我们是同体呀。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杀，怎么可以杀别人？啊，这个感应篇汇编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佛家的一个典故。啊，说世尊呐、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说法的时候，有一只蛤蟆，啊，这个要听法，很欢喜，跳出了水上，啊，在池边，啊，他听法听得很认真，啊，结果呢，因为当时啊，听法的人很多，啊，法会人挤来挤去，有一个听法的人呢，拄着拐杖，啊，没看到这个蛙，不小心呢，啊，就用拐杖啊，就把这个蛙啊，给刺死了。那么那个时候，那蛙正在听法呀，哎，命中了。那么他这个听法的功德，就使他超生到刀立天了。啊，他做了刀立天主。嗯，结果呢，从刀立天上面呢下来，又到这个
佛所啊，来听法。啊，当年他就是啊，因为听法而超生的啊，现在呢，做了道地天主了，他还要下来听啊佛说法。啊，结果后来呢，开悟了，证得了须陀洹果。啊，你看看，一只癞蛤蟆，这事啊，一般人呢肯定不会呀、啊、当做一回事儿，啊，绝对不会把它当做啊是一个正须陀洹果的圣人，啊，或者是一个将要成就的圣者。啊，没想到你看他能够有这样的缘分，听到如来说法，他有这样大的成就。那超过我们太多了，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呀、啊、看不起一只癞蛤蟆呢？啊，感应篇上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连一只小昆虫都不可以伤啊，怎么还可以去呀、啊、故意的去残害生命啊？强者扶弱啊！残害杀伤啊，最后果报啊，那都是很悲惨的。在美国新闻呢，有一个报道啊，这是5年前在中国日报网站上面转载的一个新闻啊，说美国呢有一个老头子。啊，他呢住在新墨西哥州，那么这个住在啊新墨西哥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上，他81岁啊，那么结果有一天呢，在家里啊抓了一只老鼠，啊，那么这个老头子啊就想要处死这只老鼠。啊，那想想用什么刑法来处死老鼠呢？他就要想到用火刑。啊，所以呢，他在屋外啊堆了很多，树叶，干的树叶，把它点燃，然后呢，把这只抓住的老鼠啊，拿到了那个，这个外面呢，就扔到了火里头，把它处以啊极刑。啊，没想到这老鼠啊，虽然全身被烧着了，可是它并不甘心呐，就这样啊，冤枉的死在这堆树叶里头。啊，它拼命的挣扎，冲了出来，从那个火堆里啊，奔出来。虽然身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火球了，可是呢，就看到它呀，一下子呢就冲进了屋子里去，这老头子的屋子。那这个小火球很快的就把这屋子里的东西烧引燃了，这个老头子啊措手不及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家里的那个房子被这一场火呀全部烧成灰烬，这是老鼠啊报复。这老人虽然他没受伤啊，但是他也是变得一无所有这是什么呢？可见的众生啊，他的那个灵性不能够小看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你对他不好，他就会报复。不能认为说我这个人力强，以强凌弱，甚至呢，对一些众生啊，我们吃它好像理所当然，这都是错误的之见呢。感召到的都是惨痛的因果。那现在我们看到。人们吃肉那个一餐绝对不是只杀一只特别是在宴席上
啊，你看一做宴席，啊，可能有这个野鸽，啊，一盘就好多好多只，啊，有这些什么蚌壳类的，啊，螺丝什么的，那可能好几百，一餐吃下去，啊，还有鱼，还有虾、蟹等等。吃这些动物呢，都是用非常残忍的方法，或者是啊生剥它的皮，啊，或者是呢活生生的放到油锅里煎，啊，或者是啊开膛破腹，啊，这种惨状，我们想一想啊，真的是啊。心惊肉跳啊！要知道，动物皆有灵啊！啊，我们想想，如果自己像这只动物一样，被呀、啊、这样的宰杀，啊，然后呢被抛入啊油锅、热水，啊去蒸、去煮、去煎，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些动物啊，不是心甘情愿被我们杀的，啊，是真正它是弱小啊，啊，没办法反抗啊，我们强者扶弱，它只好啊被你啊宰杀了，啊，但是那股怨气呀，它是没有办法啊，这个轻易的放下的。感应篇汇编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人叫沈内涵，啊，曾经在江宁啊做通判，啊，做官，啊，他要他的厨房工人呐、啊、要宰一条羊来吃，可是要宰的时候呢，那刀子啊总是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呢，原来这把刀啊被羊给衔走了。啊，这羊很聪明，把那刀啊藏在那个墙底下。你看，羊它知道啊，你要去杀它，啊，而且你用刀去杀，它知道，它把那刀藏起来。啊，这跟人性有什么两样呢？啊，还有一位叫杨杰的，啊，这位也是个做官的，曾经到阿育王山游览。啊，在白天睡觉，做了一个梦。啊，结果梦到100多位妇人，啊，这妇女啊，来到他的面前，好像在对他诉说什么，啊，好像在求他救命。他醒了之后呢，觉得很奇怪，这个梦啊不是一般的梦，啊，于是他就走到厨房查看，啊，看到呢。厨房啊，有100多个那种啊，这个啊蛤蟆啊，原来是他们在托梦向他求救。佛经里面有部经叫《央觉摩经》啊，经文里面是有这样一段话说。佛言：如是一切众生，无始生死，死生流转，无非父母兄弟姊妹，犹如寄儿，变亦无常。啊，这是讲一切众生啊，从无始劫来，在这六道里面啊轮回，啊，互相之间啊都有缘分，都有关系。这个关系，而且还是很亲密的，啊，都互相之间做过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啊，就有点像呢，上舞台表演一样，啊，我这场戏上台，啊，扮演父亲，啊，底下那场戏扮演那个儿女，啊，在底下那场戏呢，可能是啊，这个盘中餐，啊。
变成啊被宰杀的猪羊。所以自肉他肉则是一肉啊，是故诸佛悉不是肉。啊，所以佛菩萨知道这个情况。啊，自己的肉和别人的肉，众生的肉都是啊相同的。啊，那我们现在要吃别人的肉，等于是吃自己的肉一样。啊，所以诸佛都不吃肉。啊，而且佛又复告文殊，啊，文殊菩萨告诉他，一切众生啊，戒，一切众生戒，我戒即是一戒。啊，这个戒是世界的戒。啊，众生戒跟我戒，就我这个世界跟众生的世界是一个世界。啊，所食之肉也是一种肉，因此诸佛都不吃肉。啊，那吃肉的果报就相当的惨烈。在台湾有一位啊，很著名的法师，叫广化法师。啊，他是啊，出家之后啊，专门学戒律。有人呢也称他为律师。啊，他现身说法。啊，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呢啊当过兵，啊，在军队里面做事。那么有一次呢，啊，他住在一个小岛上。啊，他是啊，军需官，啊，那么由于这个职务的便利啊，啊，他就可以啊，天天呢买鸡吃，啊，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叫勤务兵，啊，去市场买鸡，一天吃一只鸡，啊，结果呢，这个啊，越吃觉得越好吃啊，啊，于是呢。啊，有时候一天可以啊买三五只鸡来吃，结果那个他们的军队呀、啊，在那个小岛那里驻扎了3个月。啊，那有一次呢，勤务兵啊，去买鸡啊，买了好久回来空手，啊，空手而归，啊，来报告说。这鸡已经啊卖完了，嗯，没有鸡了，啊，为什么呢？这些鸡啊，全都给你吃光了，啊，广化法师啊，觉得不可能吧，啊，怎么可能我这个我都吃光了呢？啊，于是呢，自己带着勤务兵，就在周围4-5里路去巡查，真的，啊。一只鸡都找不到，这时候他心里一惊，知道自己造的杀业太厉害了。啊，后来呢，他学佛了，学佛之后呢，他就马上吃素，忏悔自己的杀业。啊，之后呢，啊，到了台湾呢，他就出家了。啊，那么有一次。他在这个台湾南投，在那里啊修行啊，每天呢拜净土忏。那么有一次呢，他呀这个在那里走的时候，啊，看到呢，就听到啊身后很多的那些鸡鸭的叫声。啊，他回头一看，哎呀，不得了，成千上万的这些鸡鸭，啊，分成3行，啊，在追随着这位广化法师。啊，当时他就知道，哎呀，这些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而后呢，
有一次，上洗手间，就平地就跌了一跤，这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看到整个厕所全是那些鸡飞鸭叫，他一惊就摔了一跤，跌断了左腿，然后呢，到处请中西医的名医来治疗，都没办法治好。他就自己知道，他是杀业的报应。到晚年，他都要坐轮椅。所以呢，他自己自称为跛脚法师，说自己是重罪轻报。这是以身示现的。年轻的时候造的杀业，结果日后要还债。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这是第二小节，是恶业殃法。经文说：“不知为善，后受殃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恶、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这个解文里头说，不知为善到不肯为善这一小节我们刚刚念过的，皆表造恶之过失这是所受到的殃法所遭的殃所受的惩罚，以广为不善，复杀害生命，故受穷奇乃至妄狂等报。这是世间的众生造作不善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杀害生命所以现世报我们常常能看得到。刚才广化法师这个例子就是现世报幸亏他能够学佛能够消除一部分的罪业，要是不学佛，那个报应就会更惨了。那么我们看到世间各种样的天灾人祸。这些天灾人祸都是因为自己过去造作的恶业感召而来的。那么这里讲到的报应有穷奇，穷者贫穷奇是乞丐，讨饭度日者也，这是贫贱到了极处的人，靠讨饭来维持生活。孤独，这个景星师的解释说：孤者无父母，独者无子女，这是世间一类可怜人。聋盲，这个聋是耳朵听不到声音了。盲呢是眼睛看不到东西了。阴哑，阴是口不能发声。哑呢是虽然是能够发声但舌头转动不了。不能言语。
啊，这叫哑，哑巴啊，吃是愚痴，痴呆，恶是很恶不善，啊，内心很毒，啊，恶念很多，善法很少，汪狂的汪就是弱的意思，啊，有。薄有短小的意思，狂是疯狂，这以上呢都是不信道德、不肯为善所遭受的种种殃罚。那这些因素。这个经文上就点出来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呢，正是如此，不相信道德了，不能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说这些伦理道德是古代帝王用这些手段来欺骗人民，达到他专制的目的。所以对伦理道德这样批评，不讲伦理，不讲道德，那人们当然就不会有善心善行了。再提倡什么呢？自由啊，民主啊。所谓民主，就是自己当家做主，谁都不能够管我，我是自由的。父母师长都不能管教我，国家法律也不能规范我，这成了什么呢？无法无天了。那这个世界没有人来处置他了，谁处置他呀？老天爷会处置他。这就是后受殃罚。中国古代的一部书叫《尚书》，上面有一句话说：“做善呢，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一个人行善积德，老天爷给他降下吉祥如果一个人呢，他做不善，损人利己，老天爷就降下灾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灾难呢。灾难是人心不善、行为不善感召来的。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招看你是招祸还是招福，就是看你的心行。心行善，招的是福；心行不善，招的就是祸。那我们现在看看地球上灾难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今年是2012年。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今年是不是世界末日这个说法有一根据科学家们他们计算说这个太阳系这个行星、恒星这些星体之间有相互引力作用。所以地球在这太阳系里是九大行星之一，它呢，除了自转和公转以外，还有一种运动，所谓的摇摆，这是星体之间的引力作用下产生的，摇晃期，摇晃，这个摇晃期呢，周期是25000
625年啊。那么玛雅人呢，把这个大的周期呀，分成五个这个啊小的周期，叫世界纪元。啊，那么每一个世界纪元呢，是5125年。那么现在2012年，科学家们呢算出来将是啊整个五个世界纪元的最后一年，啊，就是一个大周期的终结了。啊，前面已经过去的四个世界纪元，都是分别被呀，水灾、火灾、风灾，还有冰封，把地球的生命啊给毁灭掉了。那么，而且呢，这种毁灭都是这个短暂而激烈的。这是啊，科学家们他们的说法。那么第五个纪元就是今年最后一年，那么预测想可能是被运动毁灭，什么运动啊？我们在想啊，是不是地壳的运动产生的地震、火山爆发，或者是呢星体之间的运动，比如说这个。小行星碰撞，或者是太阳，现在黑子运动非常活跃。你看太阳风暴非常强烈，25号就是前天，太阳风暴抵达地球了，以每秒钟2000公里的速度，这是一种高能的带电粒子流。这种强度是往常这个太阳黑子啊，这所喷射出来的电子流的速度的五倍，就是五倍的强度和速度，那么打到地球上，直接影响了这些通讯导航系统，现在你看。这两天已经有航班呢要改航线了，在北极附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太阳风暴强度很大，所以航班要改航线，从美国到上海的一个航班就因此而改变航线了。那么。这个2年前，美国宇航局 NASA 就曾经发出非常特殊的警告，说这种太阳风暴很可能将会严重破坏地球的网络电子通讯系统，甚至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停电而且会导致呢，这个人类文明的大倒退，这就是所谓的运动运动产生灾难，还有地壳的运动，现在呢，你看日本政府已经发出警告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地震研究所，他们的研究报告宣称，未来4年之内。关东南部地区，日本的这些地区，可能这个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的概率，大概是70%以上，就很有可能。所以
让人们呢做好避难准备。那么这些灾难，当然我们还有看到的水灾，啊，火山爆发，啊，地震，这个最近的地震特别多，全球的变暖，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原因不外乎15个字，杀、盗、淫、妄、酒，这是恶业。贪、嗔、痴、慢、疑，这是人们心里想的，是恶因。还有人情绪所表现的，怨、恨、恼、怒、烦，15个字，可以说概括了地球灾变的根源、原因。楞严经上讲，贪心招感水灾，嗔恚心招感的火灾，包括呢全球温度上升，气候异常，火山爆发等等。愚痴是什么？愚痴感召风灾，傲慢感召的是地震，怀疑呢感召的是地质疏松，所以出现像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这类的现象，那这些现象近来也不少，什么原因呢？现在人的疑心呢很重，最大的疑是怀疑古圣先贤的教诲，不相信了，讲伦常道德不相信了，把伦常道德抛弃了，《左传》上讲啊，人气长者妖行啊。如果把伦常道德都抛弃了，那这世间呢就会出现妖魔鬼怪了，那就会让世间呢这些众生啊深信不安。那什么是常啊？仁义礼智信呐，这是五常啊。正常的人所具备的道德。如果不具备仁义礼智信了，这就反常了。那人反常了，山河大地也跟着反常了。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跟佛家讲五戒是相同的。佛家讲不杀生，这就是仁呐。不偷盗就是义呀。不淫欲，不邪淫，这就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饮酒就会丧失理智。所以要让社会回归到常道，回归到太平和谐。必须要提倡五常五戒，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要把这些东西找回来，中国才能恢复太平盛世，在大乘佛法里要把三规五戒十善找回来。否则，那
这里讲的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就要受种种殃罚了。啊，那这个世界众生就可怜了。啊，那么前面举到的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恶妄狂，我这里呢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穷奇，啊，我主要谈杀业，啊，当然可以泛指一切恶业遭感的果报。啊，这是。在《因果报应啊实证》这本书里讲到的，说呢，啊，这个有一户人家，啊，是屠夫，啊，宰猪为业，嗯，那么这户屠户呢，由女婿继承了岳父的职业，啊，都一直啊经营屠宰。生意很不错，可是家运呢却非常不幸，最后演变到啊家破人亡。啊，这个老板姓吴，叫吴少宰，啊，其实为人都很耿直，也不偷摸拐骗，啊，也没有啊去谋夺人家的这个。财产呐，也不贪小便宜啊，做事都挺公正的。啊，那么虽然经营了很多年的这个宰杀行业，而且生意不错，可是家里就是不富裕，啊，还是很穷。啊，你看他家里呢，他生了2个女儿，没有男孩。啊，那过去的人呢，都很讲究啊。要传宗接代啊，生不出男孩，最后呢，只好买了2个男孩来养育。啊，女孩呢就出嫁了，啊，结果2个养子啊，都已经30多岁了。啊，这个大的呢，患了肺病10多年。啊，老二呢娶了个媳妇吧，没多久就变成一个吸鸦片的败家子。啊，成天呢跟那些烟鬼啊在一起啊抽鸦片，啊常常回家拿钱，啊偷钱，啊最后呢结了婚1年，媳妇就改嫁了，啊这2个儿子呢都不行啊，那么嫁到外乡的2女儿还算比较孝顺。啊，想到要不然家业就让这个2女儿他们家继承吧，所以就把这2女儿和他这个女婿啊招回来，啊，继续这个屠宰行业。这2女儿呢也是比较伶俐的，啊，女婿嘛也比较老实，啊，他们呢都生了3个男孩。啊，可是呢，这个3个男孩吧，这个长子呢身体很瘦弱。啊，二子呢有疯癫不正常，三子呢是可以说是最聪明可爱的了。结果2个人接了这个屠宰业啊，那么家里却出现了很多异常不安的现象。啊，那个老二啊，就是2儿子啊，疯癫的，要死要活啊，每天在那里吼。白天晚上在那吼叫，就好像啊，那个屠宰场那个猪啊被宰杀的时候惨叫的声音啊。那么因为啊这个啊，他们这个第二个养子啊，鸦片鬼啊，常常呢，哎回家来偷财，所以家里啊整天要防贼啊，老是不安宁。啊，后来呢，这个老岳丈啊去世了。哎，去世以后，那么这个他这个女儿啊，养了3个儿子嘛，第三子呢是最聪明伶俐的了，啊，最可爱的，结果不幸啊，生了病，就夭折了。
啊，这夫妻俩非常伤心，啊，也不明因果呀，啊，哭天喊地呀，啊，说这阎王怎么不通情啊？啊，这个长子是肺病啊，二子是疯癫，就剩三子了，为什么三子还夭折？啊，后来这个得肺病的人，这个儿子也死了，啊，那么这个生意啊，虽然还是做得不错，但是呢，家境啊却是每况愈下，那么后来呢，这个吸鸦片的那个鸦片鬼那个弟弟啊。就被关到监狱当中，啊，在监狱里面死了。那么这个得了肺病的那个长子，后来病重身亡。啊，那么妻子呢，就受不了这个打击，一个月以后也病逝了。啊，后来那个疯癫的那个二儿子也死了。你看这一家人，啊，好像阎王爷是一连串的抓人，使到这个这一家呀，啊，鸡犬不宁，啊，都是啊哀丧。那后来这个啊，这是啊民国时代的事情了，啊，那么刚好那个时候呢，日军侵华。啊，在江南呢，大肆的蹂躏。那么这个老岳母啊，为了避难，啊，留下这个自己的媳妇啊，还有女婿啊，他们呢在家里。结果呢，这个女婿啊，逃跑出去的时候，不幸啊。被日本兵抓了，啊，被这个日本兵处死了，而且死的时候非常惨，啊，这个人被绑着四肢啊，推下这个陡峭的山坡，啊，就好像啊，他们宰猪的时候，把那个猪啊捆起来，啊，杀猪的那种现象是相同的。所以啊，这一家本来呢是蛮兴旺的，啊，一家那么多口人，啊，宰猪为业，到最后呢，家破人亡，啊，没有几个啊能够生存的下来，啊，可见的杀生这个行业，啊，屠宰业是罪业深重的行业，千万呢不可以呀。误入这样的行业当中，总要想到要戒杀，知道杀生果报惨烈，我们呢，要自己谨慎小心。刚才这个故事是讲杀生导致穷奇的。报应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导致孤独的报应的故事。这个孤独前面解释了，啊，没有父母叫孤，没有子女叫独。要知道，一切众生啊，都有父母。一切众生都爱护自己的子女，而如果我们伤害别的众生的子女，那自己的子女也会遭到伤害的。这就是因果报应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杭州一位妇人，他呢，这个
个性很强，很凶悍。啊，凡是看到蚂蚁，啊，在这个厨房啊，他就拿着火烧它，啊，用火烧蚂蚁，啊，就不知道啊，杀死了多少蚂蚁了。而且又常常啊，用石灰去塞那个蚯蚓的洞，啊，残害呀，生灵。那么这个妇人呢，有一个儿子。这儿子呢还很小，啊，还在怀抱当中，啊，结果有一次呢，啊，他出去外面，啊，这妇人呢出外，回到来家里呢，啊，看到自己的床上啊，竟然有一个黑团，他吓了一跳，啊，仔细一看呢，原来啊，这个黑团呢，竟然是他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啊，已经被呀、啊、一大群的蚂蚁呀、啊、扑上去啊，已经咬死了。啊，这个妇人呐、啊，看到这一幕啊，那当然是啊，心如刀割，啊，当场就暴死了。啊，可见得。我们自己伤生害命啊！你看，自己的儿女，包括自己，也会遭到啊惨死的报应。那么，不光是啊孤独了，啊自己生命啊都不保。那么在外国也有啊这种故事。都是真人真事。这个1984年，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报纸啊，《新生活报》啊，那么报道了在马来西亚有这么一位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19岁。啊，已经度过了16年呐，类似猴子一样的生活。啊，这个人就是个猴人。啊，他对于饭菜都毫不感兴趣。啊，但是呢，每天呢都必须吃香蕉皮。啊，他每天食量啊是吃20-30条香蕉皮，而且能够一口气吃10几根儿。啊，就跟猴子一样。他的父亲呢，当然看到这种情形啊，非常焦虑，啊，怎么养了一个猴子啊？儿子好好的，3岁的时候变成猴子，啊，到处找医生啊，来查他的病因，都没办法啊，医不好。后来呢，有一名巫医啊，就可能会看，哎，就跟他讲，说你的儿子啊。啊，其实不是他自己患病，是因为他打死了太多的野兽了，所以呀、啊，上天呢、要加罪于他，啊，作为警告。这父亲听了之后啊，吓了一跳，啊，他自己承认，啊，原来呢，这个父亲，啊，在。孩子没出世之前呢，就常常啊去射杀动物，尤其是啊杀猴子，啊杀的很多。啊，那么这有一天呢，他就是带着这只啊带着一只啊长尾猴，啊和一梭香蕉回家。啊，这长尾猴啊是他猎捕的。结果就在这一天。他的儿子呢，就开始成为了一个猴人，啊，那么这个猴人呢，常常啊把衣服咬破撕碎，啊，所以家人不得已啊，常常要把他的双手绑起来，啊，那么他对于家人和邻居呢，
这个就常常啊，就是，会加以啊那个骚扰，啊，他们的这个猴人呢，日常的举止跟猴子一样，连喊叫的声音呢也酷似猴子，啊，他自己又不喜欢穿衣服，啊，即使是啊下着大雨的夜晚，他竟然能够啊赤裸着一直睡到天亮啊，也不会着凉。啊，那这种情形啊，学佛的同修啊，大概知道这个肯定是猴附体了。啊，因为也仇恨呐，所以猴子要报复。啊，他的父亲呢杀猴子，他的孩子竟然也变成猴子了。啊，这不等于没有了儿子一样了吗？啊，这就是啊，孤独的报应啊！啊，当然这些都是啊，花报，来世果报。啊，如果他不能悔改，不能够啊，从此戒杀、吃素，那果报都是在三途，而且将来还需要还命债。啊，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在1962年，那么这个笔者啊，写这个故事的笔者啊，是听到啊一位呀、啊，这个一起住院的时候啊，这个同病房的病患呢叙说的。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1946年啊，大概是那个时候，有个冬天。啊，那么那个病患的家里，啊，他们呢，这个去赶集啊，家人去赶集呢，结果在市场上啊，就看中了一只母牛。啊，带着一头小牛，啊，谈下来的价钱不错，啊，于是呢，就把这个母牛连同小牛啊一起呢牵回来了，啊，那么这位农人呢，就打算呢先把这个母牛啊杀了，把肉卖了，啊，那么而且他又赚了一头小牛，啊，这是很好很划算的，啊，于是呢，他就准备开始啊。啊，这个准备这些啊杀气，要去杀母牛了。结果就看到这只小牛啊跑过来，啊向他跪下来，啊求他。哎，看着那个样子非常的哀伤，啊给他母亲求情。啊，跟这个农人呢，啊也不管，就将这小牛赶走了。啊，结果呢，刚要准备杀母牛的时候，那小牛又跑过来向他跪下来。啊，结果他最后啊，干脆就把这个小牛啊拴到了别的地方，不让他跑。啊，然后回去呢，就把这母牛给杀了。啊，可是呢，当他杀母牛的时候，这个小牛啊，因为啊失去母亲的痛苦，啊。也竟然呢，这个使劲的蹦跳，最后呢，也死了。啊，这个母牛跟小牛一块都死了。啊，那这回他本来打的一个如意算盘，把这母牛的牛肉卖了，小牛还赚一只小牛，结果现在呢，两只都死了，啊，白辛苦一场。啊，可是呢，既然把母牛杀了。那还是要去卖钱的，啊，那么首先要把这牛肉煮熟，啊，拿出去卖。所以啊，那天夜晚，他就拿了一个大锅来煮牛肉，啊，那么他自己呢有一个4、5岁的小男孩，啊，一个小儿子，啊，活蹦乱跳，结果就在这个大锅底下呀玩儿，嗯。
那么这个锅里的水啊，已经开始沸腾了。就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啊，也不知怎么回事，一头就扎进了那个牛肉那个锅里头，结果活活被烫死了。那么这个农人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啊，就死在他煮牛肉的这个大锅里头，当然也就没心思再去卖牛肉了，这伤心成病啊，没多久也死了，所以从这里看到，这个杀生啊，特别是杀这些牛，这种有比较高灵性的动物。那个报应啊，就特别惨烈。《太上感应篇》特别讲到勿宰耕牛尤其是你看这个牛跟人一样比人还懂得孝道母亲被杀了，小牛竟然能够跑过来求情，很多人都未必做得到。所以这样的生物怎么可以动杀心呢？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阴雅的故事，龙盲阴雅，这个就是得残废的果报。那么有一个。这也是感应篇。这是那个因果报应实证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讲有一个人呢，每天呢帮人呢杀鸡杀鸭，是屠夫。他一天能够宰杀数千只而不疲劳。很能干。那他的老板呢，对他就非常夸赞。他也自以为好，干得很起劲儿，结果呢，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为了应付市场批发的需要，他就像机器人一样，两眼通红，手不停地挥动，去杀这些鸡呀，割这个鸡喉然后这个不管有没有死，就往那沸水里一扔。这些鸡鸭，你想想，先遭刀割的痛苦，然后又被扔到那个沸汤里煮泡，这种杀戮就那就是地狱的那种情形。你想想，一个人拼命的在制造地狱给其他众生，那他自己能有什么好报？那这个人原本是口才流利，非常善辩的青年。结果干了几年这个杀生他讲话呢就变得口吃了，讲得很不顺畅，心中可能很多事想要讲吧，就不能够畅所欲言，表达不出来了。他常常因此急得嚎啕大哭。这就是杀生得这个阴阳果报。幸好呢，他后来因为很有善根呢，皈依了佛门，每日都诵经忏悔，将功德回向给这些，过去杀害的众生，否则那个将来也必定是地狱果报等着他。好，我们再看看吃恶，愚痴、狠恶，这种报应而且真有。这是圣严法师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说呢，在台湾南部有这么一个人，很喜欢吃青蛙肉。一到了夏天
他就每天吃很多青蛙，啊，有时自己去抓，有时向别人买，啊，不仅要吃大只的，连小只的也吃，啊，新鲜的吃，晒干了也吃，而且常常把那蛙腿呀，穿在那个纤丝上，挂在它的室外来晒。啊，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啊，别的人都觉得他太残忍了，啊，那么这个人活到40岁的时候，啊，40来岁，就突然呢，就疯癫了，变成一个白痴，啊，一天到晚呢，就跟那青蛙一样，眼睛啊定定的瞪着，啊，脖子呢就直直的伸着，啊。然后他拿着一张这个矮凳子，就坐在，就是屁股坐在上面，他不能站起来走路，就两只手啊，就搬着这个凳子啊，一跳一跳的向前走。啊，你这么一看呢，那就是一只啊大青蛙的样子，啊，一蹦一蹦的。那远近的人呐，都来看他，啊，都知道这就是吃青蛙的果报。啊，那么没几年呢，啊，这个人呢也就告别了人世。啊，那他去哪里？我想啊，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堕三途。啊，来生必定是要遭受啊，自己沦落成青蛙，被人宰杀这样的报应。这个汪狂啊，啊，就是啊，精神不正常，啊，这是杀业很重的人，啊，造恶多端的人，啊，他感得的这样的果报。那么，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山东，啊，有一个人，啊，叫做李春云，哎，这是也是因果报应实证里头讲到的。他家里呢养了一只啊黑狗，啊，色泽非常光润，很可爱，而且很通人意。啊，每当这个主人呢从外面归来。这只狗啊，一定会跑上前去，摇头摆尾，表示热情啊，表示欢迎。那么这个主人李春云呢，啊，有一天就闲着没事儿，啊，看到这只狗在他面前呢走来走去，他就用手啊抚摸着这个狗的皮毛，忽然升起了歹念，啊，想到，哟，这只狗又肥。啊，又嫩，嗯，狗肉一定是很不错，啊，于是呢，就想着把这狗啊杀了，让它吃，啊，于是他就找了一条麻绳啊，套在这个狗脖子上，啊，然后呢，他呢就这个啊，活活的把这只啊可爱的黑狗啊给绞死了。这只黑狗临死的时候啊，发出哀惨那种悲鸣啊，那种叫声啊，啊，特别的啊，让人听了难受。不一会儿呢，啊，就这个主人呐，李春云呐，就开始啊剥这个狗皮了，啊，血淋淋的狗皮剥下来，啊，这个看到肥嫩的这种狗肉啊。还在颤抖呢，啊，那么他呢，把这个狗啊也就肢解了，啊，然后呢放到锅里开始煮，啊，自己还买了一瓶高粱酒，哎，就边喝酒边吃那狗肉，啊，那么这个李春云吃完饭了，啊，还有点醉意，飘飘若仙。啊，于是呢，倒在床上啊，就睡了。
啊，结果睡不到一个小时，他突然呢就从床上跳起来，啊，瞪着眼睛，如痴如狂，啊，接着呢就撕碎自己的衣服，啊，脱得精光，啊，然后他这两手啊扒在地上，啊，跟那个狗的形状一样，啊，用四肢来走路，啊，就在庭院里跑来跑去。而且呢，还学着那个狗啊，那个黑狗惨死的时候啊，那种哀鸣的声音。如果你不看到这个人，你就听那个狗的叫声啊，真以为就是狗。啊，然后这个李春云呢，他就往外跑，因为他赤身裸体嘛，他也不管。啊！大家看了之后啊，都很惊讶。啊，最后四邻呢就把他制服了，啊，关在屋里。啊，可是呢，他还是疯疯癫癫。啊，有时呢就跑到厕所呀，去掏那粪来吃。啊，吃的时候啊，那狼吞虎咽。啊，这家里人看到啊这种情形啊，愁得没办法，四处去请医生。哎，但是怎么医也都不管用，啊，闹了2年，他还是那样如痴如呆。啊，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吃屎啊？他说这东西又香又甜，可好吃了。你看，啊，杀了自己养的狗，结果立刻他就遭到报应，这汪狂啊，这种是属于现报。啊，那我们知道这种肯定就是黑狗附身，啊，他已经自己做不了主，啊，那狗要报复，啊，那他死了以后，那肯定是堕地狱啊，所以连这个儒家啊，不是学佛的人都懂得。啊，有三不食啊之戒。啊，你真的改不了吃肉的这样的习气，那三种肉是不能吃的。啊，一种是这个自养者不食，啊，你自己养的不可以吃，吃了这个怨恨特别大，因为你自己养的那个动物，跟你的缘分特别深。很可能过去生中就是父母、兄弟、儿女，才会感应到一家人。啊，就是俗话讲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第二个呢，为我杀的不吃。因为呢，如果吃了，那我就要负直接的杀生的这个责任。啊，第三个呢？你看到被杀的情形，啊，听到被杀的声音，不能吃，啊，要吃三净肉，哎，就是没有刚才讲到这三条，那还算是勉强。说实在呢，最好是吃素，啊，吃素身体健康啊。心地慈悲呀！你看看我们师父上人，啊，他学佛没多久就吃素了，到现在吃了60年了，那身体多健康！啊，每天能够讲经4个小时，都没有任何的疲累，啊，而且呢。精神头特别好，啊，头脑思维敏捷，啊，很有智慧，啊，这都是什么呢？一生持戒，学佛讲经功德所成就，那些造恶的人，杀生害命的。
你看他到晚年，常常都会出现什么呢？老年痴呆症啊，这就是痴恶妄狂啊，那恶业呀，已经形成，没办法救了，所以真的需要及时行善，及时断恶。不要为了一时之欲而犯下弥天罪过，到将来三途恶道去受苦。那么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这个因果报应实证上讲的。讲到台北，有一条非常繁华的路叫中山北路。我过去呢，08年，曾经呢，应邀参加这个世界佛教论坛，当时是在无锡、台北两地举行。那么我们在台北呢，就住在中山北路。那么那里呢，有一家曾经远近闻名的烤鸭店，店名叫上品号。当时生意兴隆。店里的装潢设计也好，这个烤鸭烤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新鲜。这个后台这个前面是店面，后面呢，那就是这个宰杀鸭子的这个车间所以鸭子进来那是新鲜的，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就特别的生意好许多人呢那都是这个宁愿排队排1个小时都希望买到这些烤鸭。那么这些店员们呢，也都这个相当之有训练，戴着厨师帽穿着胶手套，那这个忙活的不可开交，生意很兴隆，这个老板呢姓蔡，看到这生意这么兴隆非常的高兴，那么有一年的这个，快过年了，当然买烤鸭的就更多了，这个一早就开始排队，这一直排着一个长龙，很多人呢可能得等个3、5个小时才能够买到烤鸭，都没关系，可见的这个店呢，生意都那么好，那么这一天呢，那真是这蔡老板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大家正在忙活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听到一声这个巨大的鸭子叫声，大家呢当时都愣住了，然后一看呢，哟。看见这个蔡老板，他四肢张开，就像鸭子的形状，这个肚皮呢贴在地上，做鸭子的那个姿态，嘴里呢不停不停的呱呱的做鸭子的声音，当时这些客人呢，一下看到这老板怎么都一下变成鸭子了。大家都非常的恐惧，结果有一个人呢，突然大叫了，哎呀，人变鸭子了，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敢吃鸭肉了。大家突然惊醒了，不约而同这个一窝蜂就往门外走了。那么这蔡老板的太太，赶紧的把他送到医院。
啊，但是这医生啊，怎么医治没办法治好。结果这个蔡老板在医院里面呢，3天3夜，啊，声嘶力竭的做这个鸭子的叫声，最后呢，眼睁得很大，七孔流血，在痛苦挣扎当中啊，断气了。啊，那么这个上品号的店从此当然也就啊销声匿迹了。啊，所以真的像这种情形，临终的时候啊这样的痛苦，那是地狱相现了。啊，一生啊杀了这么多的鸭子。看到鸭子来索命啊！啊，那么当然，这样痛苦的死去，肯定是堕地狱道。所以啊，赚那么多的钱，真的是何苦来？古人讲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啊，原因是什么呢？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啊，对于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不相信啊，对于因果轮回啊，他不能相信呐，所以他不能够去。修德行善，只追求自己的物欲、享受，到后来都是啊下恶道。那么这是讲到恶业殃罚这个经文。再看底下第三小段，啊，课题是啊，鬼三善业福果。啊，刚才是讲恶业，现在讲善业有什么啊福报啊得的福的果。我们来看经文，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那么，这是讲到啊，这个善果。佛法里有这么一句话说：“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则是。啊，你这一生得到的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这种是大福报，都是因为前世修慈行孝，修善积德而得到的。善因得善果嘛。那我们希望啊，来世能够啊得到善果，现在就得好好修善因呐。我们看黄念老的解文，下举尊贵等啊，表为善之德，弥显作恶之事。这是用善来跟恶做对比啊。前面呢讲到恶有恶报，这里讲啊善有善果，一对比呀，这印象就深刻了啊。这个尊贵、豪富，这是讲世间呢富贵之人。贵就是讲
社会上有地位，啊，富就是有财富，啊，这都是世间人呐心目中所希望、所追求的。那么，光是希望追求，未必能得到，你要真正修好因。啊，那么尊贵豪富，很多时候不能兼得，啊，有的是贵而不富，有的是富而不贵，啊，要富贵呀，都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就真的是啊，非常大的福德，啊，在中国，富贵到极处的人，莫过于呀。清朝的乾隆皇帝啊，你看他当了60年的皇帝啊，还当了4年的太上皇啊，他治理天下那个时候是啊，太平盛世啊，文治武功啊都到达极点啊，当时清朝的版图。啊，大清帝国啊，这个版图啊是历史上最大的。啊，这个西一直到伊拉克，啊，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洋。啊，所以乾隆皇帝自己呀，自命为呀，这个。啊，是十全老人，啊，他十全十美了。那么这些都是啊，过去多生多世啊，修善积德所致啊。啊，那么实际上讲尊贵，哎。不一定说要有地位，啊，这个地位呀，不一定是官位，啊，是可以是什么呢？一个人真正有道德、有学问，虽然他一生不做官，啊，但是他在人们心目中很有地位，这种人真正尊贵，啊，他一生干什么呢？你仔细观察。他干的是教学，啊，世间出世间的圣贤，都是走这条路，啊，为什么呢？教学的功德最大，啊，为国家、为社会、为天下培养人才，这功德多大，啊，所以他做这样伟大的事业啊，他乐在其中啊。啊，以前方东美老教授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种人是君子，是圣贤呐，啊，那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啊，一生讲经说法49年，啊，他的生活极其简单。啊，真是啊，日中一时啊，树下一宿，啊，全部的财产3亿一钵，生活是再简单不过了，啊，而他全副的精神精力都用在教学上，给世人呐，开眼。至善圆满的佛陀教育，那么中国也有孔老夫子，他一生也是教学，虽然他没有做到大官，啊，但是呢，他在人心目中是至圣啊，至圣先师，啊，比任何的帝王地位都崇高。啊，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他也选择教学的道路。啊，你看他老人家，原来也是，啊，可以说是贫贱呐，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也没有学位，啊，他老人家是初中毕业，啊，他这一生就是从事佛陀教育，到今年讲经已经54年了，天天讲不间断。啊，那么现在还能通过网络、卫星电视，每天4个小时向全球讲解《无量寿经》。啊，所以他虽然是位出家人，那我们讲他没有官位，啊，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职务，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头衔，啊，但是他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那么的崇高，大家把他看作佛菩萨呀，啊，那真是活佛在世啊！啊，他的供养啊，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啊，他讲每年布施出去的至少1000万美金，布施出去的。所以你看看，他也是啊，尊贵豪富啊。这种尊贵豪富，不是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可以比拟的。这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教学功德之殊胜。那所以，师父老人家劝导我。啊，也要专门走教学的道路。啊，他鼓励我出家。啊，跟我讲，出家就要把佛教带回到教育上来。啊，佛教不是宗教，更不是迷信，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那怎么去呀？带动？那必须我们自己每天要讲经、上课啊，不能间断啊，也能够一辈子像师父上人那样做过来，那我们也能够真正为佛陀教育的复兴啊，做出贡献了。啊，所以这条路也是一条尊贵之路啊。虽然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个名闻利养来出家的，啊，我们真正是希望自己能够自度度人，啊，弘法利生，啊，但是呢，这个尊贵呀，自然，啊，你做的事业是崇高的事业，自然人们就尊重你。那么这里有下面讲的，贤明、智勇、才达，乃人中贤智之士。啊，贤明是包括圣人、贤人，啊，智是有智慧的，啊，聪明的人士，啊，这个勇啊，是勇敢的人，啊，这些人不一定是富贵，啊，那么长者呢，是一兼二者，乃积财聚德者之统称。啊，这黄念老解释长者是兼得了尊贵和富。啊，而且还有贤明，啊，才达、智勇，这些都涵盖在这个长者之德，
啊，所以长者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称呼得了的。啊，在古时候一般要40岁以上。啊，而且是什么呢？啊，黄念老解释说了，又为年长多才者之称号。啊，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啊，有一定的财富，啊，就是福报很大，而且呢，有智慧，啊，很通达事理。啊，你很有德行，这种人才能够称为啊长者。那所以这些世间富贵闲置之人呢、啊，皆由过去世中啊行持尽孝、修善积德所致。他们的福报怎么来的呢？过去生中啊，行持尽孝，修善积德啊，所以都不是偶然的啊。有这样的因，才会有这样的果啊。尊贵豪富、贤明、智勇、才达，是吧？很有才华啊，这些都是啊善果。善因就是啊，行持尽孝，修善积德。德里面最根本的一个是孝道，一个是师道。啊，所以你看儒家《孝经》也讲：“夫孝，德之本也啊，教之所由生也。”啊，道德的根本在孝，孝敬父母，爱敬其亲。懂得爱敬其亲，才可能啊爱敬他人。啊，你才会行此啊，行此是对一般啊所有的人，那个慈是你的孝心的扩展。啊，所以孝道啊，是圣贤教育的大根大本。无论是儒还是佛，这些教育都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啊，儒佛是师道啊，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敬业三福啊，你看，敬业三福经上讲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敬业正因。任何菩萨想要修行成佛，都必须以这个为根本啊。那么这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啊，就讲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孝亲就是尽孝道啊，摆在第一位。第二是尊师啊，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的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去传教啊，啊，传到中国来这一支真正成功啊，佛法传到中国生根啊，茁壮开花结果，有了殊胜的成就。原因何在呢？为什么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这样的成就殊胜？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讲孝道，讲求孝亲尊师，所以为佛法啊的弘传提供了
最好的土壤啊！啊，佛法的种子啊，在这里栽下去呀，就能够培植成功啊！啊，反而现在印度啊都没有。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啊，我们去思维，孝亲尊师多么重要。如果不在这上面认真学习，我们想要在如佛上啊成就，这不可能。啊，那么。如佛都有啊相同的教育啊理念啊，这个教育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三字经》上开端就讲到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性本善啊。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是圣人，人人本来都可以做圣人。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讲的，啊，虽然用词不太相同，意思是一个道理。啊，我们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现在变成众生了呢？《三字经》上讲啊，“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啊，我们的本性是佛性，是本善的啊。但是后天呢，因为没有了教育啊，没有了道德因果教育啊，结果就染上了不良的习性。啊，所以我们现在做众生啊，做凡夫啊，啊，就不是佛了，得不到佛的受用。那佛菩萨圣贤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做佛，回归到本来是佛。啊，那我们首先得要认识自己真有一个佛性。啊，这个佛性人人都有，所以人人皆当作佛。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自爱自重，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灵性，爱护自己的佛性，不能够糟蹋自己的佛性啊。那然后行持尽孝。修善积德，这是自然要做的事情，啊，这都是帮助你回归到本善，回归到佛性上，啊，这个行持，这行是行为，包括语言造作、起心动念，啊，所有行为都用一个持做标准。啊，佛法讲慈悲为本呐，方便为门。啊，方便就是用最适合的方法去帮助众生。啊，这是自己的慈悲心流露啊。啊，慈悲心先从断杀开始做起啊。在晋朝，啊，有一个道家的修行人，叫许真君，啊，他从小很喜欢打猎。有一天，他上山打猎啊，射中了一只小鹿，啊，结果看到一只母鹿，啊，就他的母亲，啊，就来不断的用舌头去舔自己小鹿的伤口。而且呢，表现出无限的悲伤。啊，不久，这只母鹿啊也倒地死亡。
许真君呢就用刀剖开母鹿的这个胸腹，发现呢这个母鹿的肝肠寸断。许真君呢大为感动，而且非常悔恨自己。他体会到母鹿对自己的这个孩子那种爱，看到孩子死了，这母亲这个母鹿也是肝肠寸断，所以许真君就从此把弓箭折回了，发誓永不再打猎。那么他在这个家乡，行孝行慈，被举为孝廉，当了当地的这个泾阳县的县令。那么后来呢，有感于晋朝的朝纲朝政紊乱，就弃官归隐了，就追随了吴猛学道，后来呢就得道成真，那么宋帝后来就追封他，叫做神功妙计真君。简称许真君。你看，儒释道的圣人，他们要得道，都是从行孝、行慈、修善积德做起，尤其是要断杀，要护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此地，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